随时只要有空档呢，就要练舞一下这样子，然后就发现，哎，练着练着好像也就练起来了，然后就希望说到时候赶快跟我的团员们能够集结在一块一起练，因为那个一起练，你就会一起记走位啊，干嘛什么有的没的，就会记得更快。而且我们老师有出功课，在我们的群组里面就说，每天都要唱歌给他听，让他知道我们唱的每一个个人的那个 part 都是看，让他听听看哪里有问题，然后他随时给我们做调整。所以我觉得我们这组的那个团员们都好认真哦，棒棒的，哇，这么喘的，好讨厌哦，这种喘的感觉真是让人家觉得丧气。好，换衣服上班。加油，姐姐！拜拜，姐姐，我爱你，爱你，爱你们，爱你们。开始一连串的工作，试妆，然后还有排练，加油！
一起咬我去咬就是那个筋的感觉咬我们的颜值靠你们这些撑冷的东西。